我看到他们石榴墩几个大叔这样子，其实有点吃力。就他吃下没有约你跳一下吗？我有跳啊，我跳不动，我跳到第七下、第八下就不行了。那像昆达回归 Energy， 你们有想吗？你说 Circus 吗？对啊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之后，事隔二十几年再叫我再回到那个时候。昨天看到他们，其实真的是有点感动，因为昨天 Energy 就是签名签唱到凌晨三点，我就想说，哇，已经四十几岁了，还可以这么有魅力。我看到他们石榴墩几个大叔这样子，其实有点吃力，有点吃力这样，然后。我觉得他们太辛苦了。就他吃下没有约你跳一下吗？我有跳啊，我跳不动，我跳到第七下、第八下就不行了。Energy 付出真的是还是有一定的魅力在，一定的实力，因为他们以前就是跳舞为主嘛，所以他们现在还可以继续跳舞。我个人是觉得蛮期待他们的演唱会。今天早上去产检，然后小朋友跟老婆都非常的健康，然后都在这个标准之上，对，所以。今天是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来参加记者会。知道性别了吗？对，知道性别，但是可能要晚一点点公布，就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好开心哦，这样。所以木木今天早上有去吗？木木有，木木现在因为出生到现在已经打了大概有二十几支预防针了嘛。那基本上他现在只要到那个医院，他就会哭，因为他以为他要打针了，所以他今天一去的时候他就先哭，然后哭完之后就看到。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直接说了那个性别，弟弟或妹妹这样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好险哦，差点，对对对。木知道自己要当哥哥吗？对。有说什么吗？他说我要喝金小万煮的汤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浮夸，太浮夸，太浮夸了。